各企业能够希望说要伸出援手，能够让球队不管说大同或者什么球队，能够企业能够越来越多，我能够学国外，国外的话企业赞助这个足球运动是相当多，相当多的企业在赞助。那台湾的话，赞助企业的这个足球队真的是少少之又少。足球是全世界最热门的运动，但是在台湾是可以说算冷门的运动。那你要赶上这世界热门的运动的话，就是说你必须要顶级的球队要相当多，越来越多的话，小孩子才有目标。小孩子有目标的话，那你相对他学习的人口在增加，学习人口增加的话，那主要就是说，他增加的话，我们要选的球员各方面人才多的话，那我就这个球队的实力各方面一定是会越来越好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如果说以这个台湾的环境的话，我相信台湾环境在足球方面是越来越好。